我来了。那你手机怎么关机呀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儿。你不是应该在西藏吗？管他呢，你比较重要。这没道理啊，因为好心就出来赔礼道歉，这不坐实了谣言吗？我又不是没跟梁省打过交道，他这个人坏就坏在嘴上，得理不饶人。你又跟他不熟，你见过他几回啊？你就这么说他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哈，是我一个人这么说他吗？你看网上都怎么评价他？墙倒众人推，说明他这个人有问题。对，梁省他是嘴坏了点，但他骂的是谁？他骂的都是那无良的商家。你看现在网上能有几个主播像他这么正义的呀？那个男的事情，那都是诬陷他，他是被冤枉的。那兰州为什么和他解约？哎，行，你也别说了，官方都认证了，你何必呢？你何必偏袒他呀？我哪有偏袒他？我看你是你对他有偏见吧。